你眼神不够真诚，跟女生道歉，最重要的是要给她安全感。他们只是想要你更多的关注，想要你更多的爱。把手给我。接吻的秘诀在于搂住对方的脖子，因为这里是敏感带。抓住对方的手最好是右手，因为人在慌乱的时候会向右逃走。然后把脚放到这里。这样，她就是你的了。我不应该不顾你的感受，跟夏玛去逛街。但请你相信我。 我是不会对他动心的。哎，现在这个时候把灯关了，不太合适吧？